本台消息，应美国总统布什邀请，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出席于11月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。应秘鲁总统加西亚邀请，胡锦涛主席将出席于11月22号至23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1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。应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、秘鲁总统加西亚、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邀请，胡锦涛主席将于11月16号至26号对上述四国进行国事访问。